新闻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四，嘛是旧历十一月初十。根据这通讯记载哦，讲这明仔在位伫正南方，好时是早起的九点到十一点哦。下一个开始，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彰化县哦，举办这花卉大概人选拔比赛，二十四位哦，充满热情活力的这参赛者，讲要伫这十五号啊，拼一下关家哦。其中阁有六名这参赛者是男性哦，第一名讲会当得到这500,000的奖金，同时成为这彰化花卉大概人，推广咱彰化的花卉产业。经过激烈的初赛和复赛，进入总决赛的参赛者在舞台上用热情的舞蹈来替十五号一礼拜一的总决赛暖身。因为今年花卉大典人选拔开放男性朋友参加，在进入总决赛24位参赛者当中，都有6位男性。除了预告15号总决赛以外，县政府也颁发证书，予进入总决赛的24位参赛者，肯定因这段时间的打拼。有机会替彰化花卉大典，每一位参赛者都是信心满满，要伫总决赛迄天来摕到最高的荣誉。最后的参赛者燕君，来邀请大家跟着我的热情与活力，回归花香。经过木家洞，要来争取彰化花卉大典人的荣誉。大家好，我们是16号，陈冠豪，青春的霸气，陈淑慧，不老的灵魂，彰化花卉代言人，最佳组合。因为我都在他旁边当他伴奏那一个，那这一次刚好彰化县花卉代言人是有男性参加，可是呢男性不开放个人，我就有这个荣幸，我也是参赛者了，终于站上舞台。那跟妈妈一起搭档参加的感想？感觉比较不会紧张，因为就是从小一起合作过的伙伴，所以就不会觉得很紧张。亲密伙伴。对啊。主办单位表示，参赛者把彰化花卉介绍给全国民众，甚至是全世界，让大家更加熟悉彰化这个花卉之都。我们也希望啊，透过花样时代的选拔，让我们彰化美好的花卉苗木能够走出去，能够行销到全世界，让全世界的消费者走进来。主办单位强调，15号礼拜日的花样时代三全国总决赛，各组的参赛者拢会充分来展现自我，争取最后的出线。民众也会当透过网络来投票，决定最佳网络人气奖，共同来选出彰化花卉的代言人。花样时代，我最精彩。大众兄弟七两彰化彩虹多多。好，过来哦！在12月21号，彰化市公所公要邀请乡亲做回来这139线参加健行活动，唔免报名费哦。完成这健行活动，阁有伴手礼加小食，会当食面羹。彰化市公所积极行销休闲观光加美食小食，为着让更加侪人体验到彰化观光的魅力，市公所伫12月21礼拜六，将伫八卦山139线的干尸牧场举行健行摸彩活动，而且有彰化出名的小食甲伴手礼摊位，提升游客参与。那么这回呢，咱是用咱彰化小食来结合着咱139线的这个观光景点。跟我们的农业产业特色做一个很有利的这个结合。那么我们在这个现场呢接受到大家这个报名来做一个这个踏青的景点的这个建筑。那么盖完磋商之后，咱等下咧就有这个纪念品送给大家，而且现场咱的这个折价券啦，到这也当用到过年哈，所以呢，咱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个咱彰化小食的这个行销，我大概知影讲，咱全台湾上好食小食就是咱彰化市哈，同时呢，咱的彰化市的这个伴手礼跟农产品的特色，还有咱小时候的童玩。拢伫迄个所在做一个完整的结合，让大家一旦呢利用一天的时间来佚佗、来耍、来食咱彰化小食，留下很好的印象。健行摸彩奖品包括50寸的液晶电视等大奖，有兴趣参加的民众19号之前会使传真，或者是到市公所报名，夜晚为止。市公所希望透过健行活动，带动休闲观光的新商机，让彰化市的观光更加丰富多元。
多中华新闻淡水中华采访报道。啊，那过来哦，要甲镜头转来大业大学，来看这家服务中心的小朋友哦，有真多鸭蛋愿望哦，有人这鞋啊破去哦，想要新的鞋啊，个有人哦想要一件这真温暖的外套，今日哦因的这愿望嘛拢实现啦哦，大业大学的老师甲同学哦，是替这小朋友募集到600份的鸭蛋礼物。在每一项礼物顶面，拢有一张心愿卡片。有小朋友想要一件温暖的外套，有人鞋啊破去，想要有一双新的鞋啊，也阁有要保温罐送予姐姐，安尼冬天才会当啉烧水。也阁厝内无浴巾，想要几条啊会当伫个厝内用。大业大学师生依照小朋友的心愿，为各地募集600份的礼物送到因的手中。圣诞礼物，好心愿树。给家户的身心障碍的小孩子，那除了身心障碍小孩子，还有一些我们各个服务据点，例如园林、田中、二林这些偏远地区的小孩子的圣诞礼物，希望能圆他们的一个梦。拆开礼物，当场穿上泡棉的外套，家户囡仔是真欢喜，也真多谢鸭蛋老公公收到想要滴的这音乐红啊册，小朋友是真认真伫咧听，笑容嘛展现伫咧面上。我有他们的其实的心愿真的是很小。那有些时候是这个几乎我们小到我们很难以想象的，像这位小朋友他的这个故事书，他其实是要有一个有一点声音的，然后有的是甚至是希望说帮这个祖父母看到这个，尤其是妈妈这个手这个冬天裂了，他要护手霜，然后甚至他觉得妈妈走路太辛苦了，要一台小的脚踏车。那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我们感觉到其实小孩子世界不是我们大人所能够想象的，只要有一点点的小东西，他们其实就会感受到非常多的这个幸福。这场活动是替家福中心的囡仔办的哦，每一个囡仔讲出心中的愿望，大业大学嘛来举办鸭蛋愿望感恩会，邀请这挂家福的小朋友做伙提前度过这温馨的鸭蛋节，就有大家爱心，希望会当让小朋友感受到幸福，嘛希望这挂囡仔会当平安大汉。大中华新闻台台川采访报道。讲过了后，蔡乡亲来去这洛江天桥宫的广场欣赏大陆泉州歌仔戏剧团哦，精彩这个戏剧演出是真趣味，搁笑开哦，马上回来。